这个城市变成一座无墙美术馆，它为城市带来创意风格，落实艺术分享的快乐精神。今年粉乐町9岁了，邀请您跟我们一起拿着地图分享艺术，免费看展览。7月19到9月14号，在台北东区和松山文创园区，一起来粉乐町，找寻心中最快乐的角落。